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的广告投放在全球最大的搜寻器自然派的展示处？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从零成本做到这个目标。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 ，Google 搜寻了200几万，每名增加70个，网站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去发出2000封邮件，我哋点样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搜寻平台，让我哋喺同行遥遥领先？我哋今日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mobile marketing pandemic gift。呢个权位相当重，大家可以睇到个数据量系250万。喺首五个排位系我哋为客户做嘅自然排位，第六个都系。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连接全部都是来自 YouTube 的。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就是讲 YouTube。 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在 Video 的页面情况很不一样，多了很多竞价广告，但是左边的自然排位被我们霸占了。第二页情况一样，第三页情况一样，第四页情况一样，第五页情况都是一样。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的消费者、今日的搜寻者、今日的广告主都转移了 Video 这个页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为你的产品作出一个选择，作出一个决定，将资源投放在 Video 里面。我们讲的 Video Marketing 是一个自然排位，不是一个竞价广告排位。自然排位它的点击是会产生极大的回响，令到你们的排位更加稳固。竞价广告点击完就没有，所以大家要很清晰为这个产品作出一个选择，作出一个决定。因为 Video Marketing 它可以全方位将你的产品完完全全透视在这个客户前面，让你的产品知名度大大提升，从而在一个市场里面遥遥领先。我哋喺嚟緊嘅5月20号喺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时间系下咗3至5点。如果大家对呢个研讨会有兴趣嘅，大家不妨点击呢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同时我哋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嘅免费视频平台，所谓全球化，我哋系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嘅视频平台。我哋保证承诺喺大家个广告播出之前，我绝绝不加插广告去干预，让大家个广告可以直接喺观众面前展示。同时，观众利用智能手机系可以直接睇到你嘅视频、你个广告，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呢个系我哋嘅优势。如果大家对呢方面有任何咨询嘅，大家即管同我哋联系一下。多谢大家。